我可以上面的，可以。你的面先是第二桌的吗？对，就是 A B 桌的 ，A B 桌的。你刚刚用那个可以，你可以照顺序给我吗？可以。二 P 二 B， 然后烤肉是直接叠上去嘛？对，再拌上。要切，要拿剪刀剪一剪，要不然太大了怎么吃？阿伟，嘿，你的量要抓一下，因为它每一块不是一样大、啊。好的，各位你们照顺序做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有照顺序放客人跟点餐。所以你沒有、那個、因为你没有把那个顺序写在上面啊，上面没有。我第一单给你的就是 B 啊，哪里 ？A B C 吗 ？B 不是 A B C D 就是 B 是第一桌 ，B 是第一桌。你跟我解释清楚，我看不太懂你们写的，这是数量，然后哪一个是第一桌？好，这个是第一桌。对啊，你要写第一桌啊。然后再来是你要写第一桌、啊。好，再来是这个。好，那你帮我快写一下，我让我出的，我让我先出这两个。好，就两株。那、啊、你帮我把这边整理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直接喝咖啡了。有外面有点冷，你可以帮我烤肉啊，我已经很热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来帮忙。然后你们再帮我修整一下，如果看到哪里有，我会帮你修吗？有那个脏，你再修一下吗？这三个都是牛，我要两个吃。我知道，但马上给，就是第一组跟第二组的，不能这样。那牛可能晚一点。不，你那个先等一下。对，我这个要晚一点。我需要两个猪，我需要两个猪先，我先放在这里。二牛二猪先，那面先上了，先上，要不然会冷掉了，真的啦。我只没事的，他们快好了，快好了。没有，你先上了，你先把面出掉了，要不然就很难吃啊。两个先上吗？好，好，第一桌的嘛。对，第一桌的。然后你问他们说哪两位是牛黄酒炖牛肉？我揉单哦。揉单，出完再揉，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单出完哦。你还差六猪。两个猪，六个猪，一二三四，我差两个。先两个猪给我。我一直觉得说，同一桌的人必须要同时出菜，才会尊重客人跟感受。但是明威他们的理解，对于食材的理解跟烹调时间的掌握，就是我就是这样做比较顺，比较可以快速的把餐消化完这样子。就像康哥说的，都没有错，但是都没有交集。你好，这边送上主餐，这是牛肉，哪两位的呢？随便放吗？好，来，小心哦。那我随便放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的餐具，小心哦，谢谢你。有点精致，精致的部分就代表分量的。明威，你先出两个猪给我就好了，其他的等一下。这个先拿走。这是已经摆好盘了吗？对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猪不要切，就是一片放上去比较好。对，对不对？嗯。这肉不好吃。这怎么？这肉不好吃。两个鸡，我去拿一个。对。餐具喽。这我是第一次。超回锅。要吃我一定也不好吃。谢。帮你拿一个叉子，稍等一下。我要超回锅。好，这一单好的。四批。四 P 一 B， 谁听得懂啊？四 P 一 D 啊，四 P 是四个猪，好，一猪一牛。术语要先没有术语，我们要先之前要先讲。对不起，这个没有讲，没事。四猪一牛，四猪一牛。好，先上。这个的话只要叉子还是汤匙也要，这个叉子就好。这个是 C 桌的，对 ，C 桌 OK。四猪一牛，你为什么那么多？他现在四个猪而已啊，后面还有啊。啊，后面等一下还没啊，他就他刚说在两个。我差你用摆这个，这个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两个猪嘛，对不对？总共七个啊，不吃辣，我这样就可以出餐了。再等一个吗 ？Yes， 洋葱，猪排帮我拿旁边保温啊，我弄另一个，没还好，还好吗？可以。